我们今天谈了这个对联呢，它的平仄力。那对联的平仄力，事实上就是诗词曲余的平仄力。把这些都弄清楚了，它是同样的原理的，就可以呢，完全通达，完全通达。那平仄力的基础当然就是四声。那么平声当你念的时候，咚是这样的发声，是平的。咚呢是先抑后扬，咚是我们口语的注音符号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咚是下坠。所以注音符号去声给下坠，咚，就是声音还没出来，切断。我们说过，入声是要有一级阶的，这个叫摄音韵。摄音韵的意思，就比如说“天”这个字，那么这个的、一、安、天。这整个在诗里面这个韵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声。声就声，韵就韵，所以这个声，这个声，这韵里面有这四个部分构成，这叫这音。这叫元音，这个就是韵。这个呢，就是声调。一个字的字音，都是这五个元素构成的，但是呢，必须要有。必须要有的是元音和声调，元音和声调必须要，其他可以不必要，不一定要。你说有无的无，我们只要这个元音和这个怎么样平声、阳平声声调就可以了，具备。这两个元素，那么摄音韵尾，像这个就是鼻音韵尾。摄音韵尾，因为它的尾巴，这个音的尾巴，比如说我们说过啊，集合，这两个字，它的摄音的韵尾就是 p， 就。特质，这两个字的韵尾，的、及、及、的、舌尖。那么这个呢，像在北极，是喉舌音，喉咙，把、夹堵在这里，舌音就是声音还没出来。就被射住了，凡是有射音韵尾的，就是入声。好，你看这四个声调，我们已经也讲过了。如果分作平和不平，这个仄就是这个仄。平和不平来分野的话。那这个字就是不平，哪三个声调是平声呢？只有一个
平声是平声，不平的声音，你看这个不平，这个也不平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平的声音就是少气声音。那这个入声又是什么呢？它无所谓平，无所谓不平，因为什么原因故啊？声音还没出来就堵住，所以它无所谓平，无所谓不平。它是中性的音，入声就凭这来说，入声是中性的音。好，如果我们再从长短音来看，哪几个是长音呢？哪几个？有箭头都长音，意思它声音怎么样？可以无限延长。所以长音就是平、少、去，短音就是入。啊，那么就强弱来说，强弱来说。平的音和不平的音比起来，哪一个强啊？不平的音强，平的音弱，这是必然啊。所以强音就是少，气入，入音的短促，所以这个也强。弱呢？那因为入声就强弱来说，和嗓气是同质性的，因此一般呢，在说平仄力的时候，也把入声归入什么呀？归入仄声。现在懂了吗？为什么入声是仄声？是这个缘故。那么各位看看，四个声调里面，分它的这个声调的调性有哪几个类别啊？有平与不平之别，有强与弱之别，有长与短之别。那么像这样的平仄长短强弱四个声调里面，就这六个支线，说它配搭起来的这个语言的旋律是丰富的，还是简单的，就很丰富。这为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发现了我们的语言里边有声调这个东西。就开始讲它的声调律，声调律，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语言旋律，语言旋律本身有没有音乐性啊？语言旋律就音乐性，所以我们的语言里边有很丰富的音乐性，所以要做美的文学。美的文学就是韵文学，因此韵文学要不要讲究平仄力啊？要不要讲究长短力啊？强弱力啊？啊！但是后来讲究，给我们成为律者的，就是主要在这个平仄力。是产生的平仄律，而后来的长短强弱呢，它就把它又归在的声调里。也就是说，诗这种文体。诗这种文体主要讲究平仄律，主要
可是此行企业既要讲究平和力，也要讲究深表力，也要讲究深表力。所以音乐性哪一个比较高啊？当然词曲，尤其曲的音乐性更高。曲的音乐性，因为曲所要讲究的声调律，特别多。你们看我这个编的戏曲，唱词编，不是随便。平仄律以外，里面有很多的声调，还有对偶律，各种各种的这个我们中国语言里边的，可以使它显得音乐性高的多比很少，在曲边。那各位要注意，曲边能用上的对联也都可以用上。所以这些是相通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看它的平仄律是怎么样构成，有没有一个律则，有没有它的原理啊？当然有它的原理。可是很遗憾的呢，我却没有看过哪一个这个学者啊，把它建构起它的这个平仄律的原理。我今天就把我建构出来告诉各位，你们只要抓住这个原则，就无所通达，不必要记，你一看就知道它的基本是什么呢。上个礼拜我们四章也说了，拿平声看平声来说，为什么要用两个呢？因为我们的构成的副词都是两个字的多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这个什么副词是两个字，说我们语言的节奏，那个节奏里边的音度、音的停顿，也就是两个字的基础。所以，凭这个。拿声调来说，平仄，我们把平当成横的，把仄当成竖的，像这个平平，这就仄仄。那么这样的一种组合，就是一个音部里边，它同直线，同样平声，同样仄声，啊。像这种情形，它必然是和谐，两个平声在一起是和谐，两个仄声在一起呢也是和谐。可是如果平声仄声或者仄声平声，那这个就是一种冲突，就是冲突。也就是说，平仄律的基本原理就用同质性的声调产生的和谐，那异质性的声调产生的冲突，配搭起来让它怎么样正欢喜相冲，然后同样的这个什么呢声调和谐，这样的一种运作产生出抑扬顿挫。所以基本原理和谐冲突，我们呢先拿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啊就是一首比较完全合乎那平仄律的诗。我们来先看它的现象，所谓原理的建立，不外乎由现成的、已经现成的现象，然后去分析，分析以后归纳出它的道理。
你再把它回归回去就是人。因为这样的形成啊，它其实在这原理之间运作，可是当然在它自然形成以后，大家就忽略了，而不知它为什么会如此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先用一首合乎平仄律的来分析这一首诗的结构，平仄律结构，观察它的现象，就可以掌握它的原理。那么原理的建立就怎么出来？各位，我们读语文学啊，第一要注意啊，每一个字都要把它读得清清楚楚。平声仄声，尤其是平上去用的声调，都要把它弄清清楚楚，否则呢，你就难以掌握它真正的语言旋律。这一点各位务必要注意，哪怕一个字呢，你都应该把它的字音查得清清楚楚。我们比如说这一句这一首诗，我们先来念准确啊，杜有伴无人。可见这里边有哪个是不生字啊？独，独生的生字。偏见不好心，不啊，有些人啊难以掌握，因为你嘴巴里边没有这个北方，但是读中国的诗词入声很重要。我把它圈住了。云霞出海树，注意，这读树，而不是数。读音就是正确，自古以来要读的音，读书音读的音。语音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读的音。那为什么两种读，这两种不同的读法呢？因为说话的时候，大家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中间。错了，可是这一错人人都错啊，人人都错，你就要跟着错，那个就叫语音。那么正确用在诗词里边的，它就要用正确。就像我们写文章，大家来误解了，每下一框还是每框一下？庄子的原文是每下一框，他的意思就越往下一层就越糟糕，那框是他的意思。可是我们一般人把这框当情况，每况愈下啊，每况愈下就越往下越糟糕。每一种情况，每碰到一种情况就更糟糕。那一般人的认知当然是每况愈下比较容易了解。杜有伴游人，这言言，我们要怎么念呢？杜有伴游人。音部是这样的音部，偏偏不好心，云霞出海树，梅柳渡江春。云霞出海树，梅柳渡江
坐去吹黄鹂鸟，晴光转落云，不闻歌舞调，不闻歌舞调，挥斥簪巾。他的这个音节都是怎么样？二二一，对不对？杜有宦游人，偏见不破心，云霞出海书，梅柳渡江春，四气吹黄鸟，晴光转落云，不闻歌舞调，挥斥不沾巾。我们读是这样，吟诗吟也要这么节奏，只能这样节奏，只能这样节奏。可是你们听说这个不应该不是善，杜有那画一个等这三个字怎么说，登台像吹黄鸟，你三个连起来转落云也是要调，要连起来歌舞调要连起来，干净也要连起来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意义结果形式。所以一首诗里面它的句式里面就同时有音不停顿的方式，我们叫音节的形式。有来欣赏它的意义的结构形式，就叫意义形式。这两种形式同时存在于一个句子里面。我们诵读的时候，能不能用意义形式来诵读啊？不可以，要用音节形式来诵读。注意，我们诵读、吟咏、歌唱，都要用音乐性的语言旋律，就是音节形式，就是它音不停顿的方式来诵吟歌唱。注意，不可以变，太多人不懂这个。可是我们读这一首诗，要解析这一首诗的意义、情境、思想、情感，要剖析它，你就用非用意义结构形式不可。这两者之间各有直抒，而不可混淆。只是两者之间有说意义结构形式和音节结构形式怎么样是相合的，有说相合，但是往往不相合。杜有宦游人，这个人先出现啊，宦游人就做官了。那为什么说宦游人？因为古代做官了，各位不能在自己家乡，不像现在你堂堂在自己家乡的选举，对不对？古代考上进士一定
不可以在自己的乡里面做官，为什么缘故啊？您的这个瓜葛太多，亲友啊，您无法施展人情，所以都要派到外地去，因此就在放牛啊，常常呢要把太太留在家里伺候公婆，夫妻离别，这种情形在古代常有。说杜有欢迎人就是陆程这个出现，对题目来说，偏经不惑心，不惑心是命，这里面哪里啊？早春怎么样？早春才会惑心呢、啊。那云霞出海顺，没有。渡江春，这两句是怎么样？是写到游望，游望中所看到的景色，宿气吹黄鸟，这个宿气要呼应了怎么样？物候系。夫妻就暖和、祥和的这种气势啊，吹黄鸟，这个就是什么？眼中，耳中所闻，对不对？情光转入眼中所见，耳朵在写哪一个字啊？写早春。早春出户，早春出户，不能割骨掉，又归入到哪里了？不能割骨掉是哪一个？谁是骨掉？陆程的这个书，我听到陆程，看到陆程这首诗，归宿又沾巾，为什么？归宿又沾巾，又呼应了哪一个字啊？宦游，因为他自己怎么样，也是宦啊，所以整首诗里面都含这个题目，紧密相扣。如果你这样去解析它，就正确，分析就不离。你看杜有这么特色啊，欢迎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冲突啊？人当不却当以何时，所以呢在阴部之间，像这个阴部之间啊，阴部的这个什么结构之间本身就是采取和时，这个就采取什么呀？中土。这个呢是和时，也单独的。天津也是和时，这个也是和时，这个呢又是和时，都是平平仄仄。这个云霞也是和时，出海和时，宿也和时，没流是冲，这个呢也是冲和时，这个也是和时，这个和时。这个和时，这个和时，和时，冲，冲，和时，归宿，冲，这个和时，和时，
各位先听从心它的结构，阴部之间产生的现象，但是它不是十分严格的平整。如果十分严格的平整，我们比啊，它为什么会这样？平整率的基本，第一就是。 阴部本身，阴部就阴茎，和谐。阴部本身和谐，第二。 之间，冲突，第三，句与句之间。 先冲后和谐，句和句之间先冲后和谐，必定连言，技术区的句貌不谐音。 用这声，第五，口数句，句貌，谐音，用，平声。 就是这样五条规律。如果根据这五条规律，各位看看，我们拿绝句来说，先用五言，五言绝句平起这格律，我们如何建构？全五言绝句。 几个字啊？二十个字，几句啊？四句。好，什么叫平起呢？开始用平，那平我们说阴部，平平，这个是阴部本身和谐，怎么样？那么下边的阴部本身和谐，又要和上面一个冲突。 所以和谐就是怎么样？是这样的。那五言绝句再下来，要和它冲突，和前面的冲突就只能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按照规律是这，平平这，那第二句呢？就句间，句与句之间要怎么先冲突好？ 先冲突，你平平，我就这，然后后和谐，好，接着要和谐了，和谐就这，平平，这，然后又冲突了，所以平平，这，这。 平，这个五言绝句的基本规律建构起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平平，阴部本身和谐。
兼顾本身德行，聚焦先冲突后和谐，再冲突再和谐，如果再下去就再和谐。积数聚聚貌不学因，用正生积数聚，就正是积数聚。不学因，所以这个字就必须要怎么样，用正生，因为它不学因。这个呢不学因哦，可以正好。不必改，果数据怎么样？要学业，用平生哦，这个也没问题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也没问题。但是这个呢，要改成平生啊，所以它有问题。那两个出现的问题就要救，补救，各位补救就要在自己的身上，你这要改成这身。如果呢三个这身，你看这三个这身不改的话，就三个这身，三个这身连用是强还是弱啊？强，稍微强了，这两个因故，两个因故都是这身太强了，因此呢，为了要救他，你在这里就改成平生，平生，因为上边的声调比较。比较不那样重要，为什么上边的声调不重要？因为上边的声调是开始，下边的这个声调，这个字很重要，是意义的完成点。不押韵的是意义完成点。押韵的地方呢，既是意义完成点，又是声韵的完成点。声韵的完成点，所以押韵的句末字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是意义完成点，又是怎么样？叫押韵，韵脚就是这个韵里边最主体。东西，它特别重要。因此呢，拿下边的这个这四个音来说，两个押韵的这个什么句末字是第一重要的，两个不押韵的句末字是次要的。然后音节里边停顿的。比较久的就更重要一点。杜有话语有偏见不好心，所以它的重要性超过它，懂吗？因此呢，五言诗的音节形式一般就是二三，因为这个地方停顿很久，改成这个不押韵，你这里也要由这变点，使它不三这连用太强，又下边音紧跟它沉重。偏见不好心，刚刚我说错啊。那么这平平这，它这个要非用平什么可啊？那下边三平连用呢，就太轻了，太轻。啊，我们不是说有这个强太弱，轻就弱。刚才我们说声调，因此这里也要改成这声来救他。
这两个都没有平衡，这这平平这平平这这平，所以你光把它练起来，平平平这这这这这平平，这这平平这平平这这，有个抑扬顿挫出来了。好，同理，你如果呢，在变成律师，律师，那你当然冲突和谐，冲突你就要开始要和谐，又要怎么样？又要冲突，又要和谐。然后就要冲突，同理，你这个要改成正声，这里你要改成平声，这里改成平声，这里要改成正声，这里改成这里的逆感，像这样就变成什么呀？变成五言律诗。而是怎么样平齐的五言律诗的平仄律。如果呢各位拿冲突和谐去关照它的话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各位把它呢，好，这是和谐，这是冲，这是和谐，这之间是冲，这之间也是冲，句与句之间，乃至音部音部之间，它平仄，它仄还是冲。同理，啊，冲突和谐，各位自己试试看。但是他们之间冲突和谐，冲突和谐，冲突和谐，收尾怎么样？和谐。所以平仄律就是采取一种和谐与冲突的交替运作，啊，彼此势均力敌，产生的语言旋律。你们现在自己照这样画一个，最好画成仄起的。仄起就是说，像这个是平平开始，对不对啊？你就仄仄平平仄啊，啊平平仄仄平，自己试一试看一看，给个五分钟，画宽一点，然后把和谐冲突给画出来，自己算一算。
像这样建构出来就是这个律师五元律师的标准隔离形式。那各位一定说，那七元呢？七元就很简单，因为律师是先有五元还是先有七元？先有五元，在这个平头上加上这头，这头上加上平头，等递增下去，就是七元的隔离的标准形式。五元的平头就七元的这头都一样，我们这个基本规律掌握住了，在思考刚才我们说平仄力的直线有平仄有长短有强弱的直线，那么它的变化的原理就根据这三个直线而来，变化的原理。古今任何一个诗人都没有逃过这样的一种变化原理。也就是说他们怎么变化都在这个基本原理去运作的。五元律师上边平头加仄头，仄头加平头加进去，那就是七元的。平头的五力变成七力，就是仄头的七力。仄头的五力变成七力，就是平头的七力，就这么简单。都有化名的，就是标准形式。但是它是怎么变过来呢？这原来这个要看叫平仄，但它这里压变，这里压变，对不对？它这里压就本来可以不压，但它是压变的，所以呢，压变已经改成平，因此这个换就变成了仄。否则的话，这平平很轻，很重，所以就改成这。偏轻不厚心，很标准的形式。平平这平，他们呢之间呢，冲突基本是这样。冲突的叫对。句与句之间冲突的对，像这样两者之间相同的大致相同的叫连，这偏见不破心，它就影响出好事。各位，平平仄，那么这个冲下三仄前文，那为什么可以呢？为什么这个字我们觉得可以呢？两个原因，第一，冲这本身就是入声是介于怎么样？平声仄声之间的，我无所谓。这第一。第二，出海声，各位有没有觉得是什么声调组合的？入、上、去，这三个声调用在一起，五个字里边
云霞出海处，平散去处，都有。声调很邪美，有变化的邪美。所以各位知道，绿植之中也有一些其他的道存在。梅柳渡江春，你看这个梅，按理应该仄平平，因为它押韵。原来仄平平仄，它押韵，所以就渡变仄声。那这个梅呢，就可以什么呀？可以不论。因为它地位不重要，它在组员的第一个字，因为它产生的这五个字里边有两个仄声字，加上它的平声字，又占影响不大，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字。在平仄里边，它就是可论可不论，平也可以，仄也可以，这就是平仄里的变化。平仄里的变化，平仄里可以变化，就平的变仄，或者仄变平，这叫做变化。那为什么变化？变化以后不影响声律。的过重过弱，或者过于曲折，或者过于谦平疏，不影响的就可以叫变化。同时呢，也可以怎么样运用声调的本身来拗折的句子，它可以把它救过来，这个叫拗救。傲旧，傲旧也是在一些基本原理，我们等一下说。平仄的变化和傲旧，一般人就头痛了。但是其实也是我们讲过的那些基本原理啊。比如说这个梅是变化。不必救，如果要救的话呢，那么我们再找例子给各位看，这个地方他没有救。舒气吹黄鸟，标准形式；晴光转落雨，标准形式；忽闻歌舞调。所以这个户应当要平声字，现在他用仄声的助声，我们说助声也很中性一点，但是他也有错，因为本来他是平平，这歌呢要平平平仄仄，啊，平平平仄仄，现在它变仄声了，那变了以后没有关系，为什么没有关系呢？因为这里有两个平声，在三个仄声之间是可以舒坦的，如果。这个鸽子在用仄声，被突破你，比如说唱古调，那么这个平声就显得它怎么样？太弱，被仄声挤压逼住，这一种就不可以唱起来、诵读起来都不美听。
总而言之，凭这里就语言学理，就是个音乐性高，不拗口，唱巧的，用力就这样。所以这个数，呢，也可以不论。不是，我说错了，不，这个胡子，也可以不论。归宿，归宿，用单机，这个音刚要怎么样？要仄声，但是四用两个仄声上下。各平声也可以，何况这两句，各位注意，韵文呢有一个特殊的观念，是古人都没有注意到，是我发现的韵长。什么叫韵长？押韵的那个字以上的。音节数，押韵以上的那个字数，比如说五言诗，像不稳跟不调，归宿，用单金，它的韵脚在金，那么上边整体是十个字，这十个字就是一个韵长。那如果七言诗，一句七言，隔句押韵，它蕴藏几个字啊？就十四个字。年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它的蕴藏几个字啊？十个字。不知天上宫阙。今夕是何年？它的蕴藏几个字啊？算起来十一个字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十七个字叫蕴藏。蕴藏怎么样？不是一个人的口腔。能一气读完，所以要分段。分段那个就叫汤透。你们以前读都有读过汤透往西沙，对不对？汤透什么？汤透就是把一个蕴藏分成，汤就分了，破就破裂，把个蕴藏分。破分为几个句子，就叫汤破。所以五言律诗事实上就是十个字的蕴藏，汤破两句整齐的怎么样？两句整齐的五言句。七言诗就是十四个字的蕴藏，汤破为七个字的。七言诗，词就长长短短，所以刚才我们念十个字一个韵长，十一个字一个，十七个字一个韵长，韵长越长的节奏就会快而慢慢，就会慢。我们我记得以前还就说过。韵的作用，韵的作用就声音怎么样？部分附踏的呼应回响，还记得吗？呼应回响，你记忆很久才呼应回响一下，结果当然是。如果韵脚很密，三两个字、三个字就呼应回响。而且韵脚声音是缩速的还是散漫的？缩速的，缩速的声响，几个就叫缩速响，当然节奏就快。啊，
真是啊，这语言学历很精妙的地方。那两个蕴藏啊，奔波两句话，像这个该平用这，这里是该这用品，他们之间呢，他可以救他，他也可以救他，像这个句啊就。而是隔着句子来救，我们叫做隔句，隔句互救。如果在一个句子里面自我来救，就叫本句互救，本句互救。我们上半年在给各位举例子说明，从以上我们所说的，如果呢，我们拿一个句子，一个什么蕴藏来说，一个蕴藏来说，像平起的七言诗，明明各自言言这各自。连连的的连，这是一个蕴藏，七言诗的蕴藏，十四句，十四个音符的量，分成两句，它的音符点有轻重，最重要的，次重要的，不太重要的。你们搭高铁，台湾的高铁最重要的是哪两站？台北、高雄，台中是中途站，因此也重要。几乎所有的什么，所有的高铁这三站都要提。但是呢，这中间的新竹啊、苗栗啊、桃园。桃园啊，苗栗啊，啊，彰化、嘉义啊，台南就不一定，因为他们不重要。也就是说，像在音部点里面，重要的音部点，平仄不可以换，平仄不可以换，该平就要平，该正就要正。那哪一个为第一啊？各位，当然就是第一。这是第一，重要，因为它是声音和意义的完成点。其次是什么呀？其次是这个，因为它是意义的完成点，所以它可以居其第二。然后这中间的七个字，中途站，像这里，这里，它在中途站，所以这两个是基于第三的地位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两个可以说又是上分这个均衡的居于第四位。这两个点，你看三二三一两个极重要的中间。它的重要性就怎么样？低了，因为这两个都停了场，所以它就变几乎果断失联那样的停顿。停的越广，就越不重要。所以像这个第五的地方。就因为它不太重要，
因此呢，常可以变化，尤其这个是在二这个地方更可以变化，所以这个音呢，常常连可以做这，这可以做，因为呢，如果反过来这起的话，这平平，它叫平这，啊。也不重要，因此呢，如果我们念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注意啊，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停顿长短有没有分别啊？有没有听出来啊？今夕明关，汉夕关。你谱曲也要如此，可是现在的音乐家都不懂。谱曲一样，道理都是一样。像这个风起天高猿啸哀，那么这个是在平。风起天高猿啸哀，我断是风起。天高猿啸哀，啊，节奏是这样。当这个什么呢？它的重要性是这样的话，请问这个字如果做这声，如果做这声，它一个距离。音不远，意文呢很遥远，所以啊，也可以不那么重要，不改。可是呢，像复古啊一些精细的诗人，他会觉得，你看这两个、三个仄声之间，这个平声就显得什么样啊？太逼出。压迫太大，所以他们才常常会采取一种把这里改平声，使它这平平这平平这，象征这个本气之气。那么这个呢，如果这里因为它改这声。你这里改成平声，由他来救你，同理他也可以说我来救你，这就是什么呀？革去复救啊，使得这个这个平声不会太孤单。不会太那么样的弱，啊，那么这个呢，来救他，啊，这个仄声虽然孤独一点，但是仄声是强的，一强可以对三弱，无所谓，就这么简单，啊，像这样就可以本气一救。那么这个第二个字，它音不连是重要，不可以改，不可以改，平的改，仄的改。
可是这个呢，它不在阴部点，这个也不在阴部点，所以它可以救它，它同样也可以救，也可以改成平身。它都改成平身的，平平平，三平，稍弱了一点，但是一样有个正身撑得住，但一般精细的诗人也会把它改成正身来本纪自救。那么这个各位，这个字如果改成这声呢，你看看这平这正，要命了，这个他就被逼死了。有没有看出来上下五克这声就被逼死？所以呢，如果这样的话叫换工，换孤平在古代考试，你如果做了这么一句，啪嚓，休想考取，是绝对是不允许。你看那苏东坡他们都没有换过孤，那他怎么办呢？幸好还可以来救他，他呢？还使得这个字，这个字若改成平声，那么这平平，它这，但是这里呢，这个可以就使它舒坦成两个平平。就可以说这个地理的字，但我说错了，这个字，这个字如果这么改的话，对，这个字就要这个地理的字改成平声，使得这里一个平声，这里一个平声，就叫傲救，傲救。